台南市长恩威提手提金锤，共行土卡，经过十外冬，原台南农校二小宿舍群，为2013年加强保护更变结构了后，修复工程煞停止到达，建筑外观破破烂烂，到今年总算得到中央的补助。这个宿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老旧，都已经锈蚀的差不多，如果不及早抢救的话，可能在搞不好一两年内就可能要坍塌的危险。因此呢，能够及时力挽狂澜于既倒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南龙历史宿舍群唔那欢迎二十世纪台湾歌声建筑的经典形制看风格，更是见证当时台湾校园建筑的变迁，对地方来讲有着历史文化意义。修复范围是目前保留的四栋双拼历史宿舍，预计在2027年完工。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工作呢，总经费是1.5亿哈，那预定有1095个日历天要来完成。我相信这四栋建筑，如果说在这3年后修好了以后，我相信市府这边一定会做很好的再利用的规划，能够让社会住宅的这些民众，还有周边的这些民众有很好的文化生活。经过80冬的岁月，展开修复工程，文化局将强化历史建筑知识甲文化价值，全区整体景观也结合社会主体兴建，替都市的保存甲发展留下新的基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